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桃园机场第二航厦的登机门 B 还有 C。那第二航厦这边呢，是只有 C，B 的就是第一航厦的，但还是可以通过去看一下什么东西。刚才看见有台湾银行 Oriental Club Lounge 按摩服务 Food Court 上面也有。那边不行啊。Average 就是一些我不懂的国际品牌，不懂不是大问题，是我有问题。这个就是 C 了。鳄鱼，登机门，一个人 C，我们这，金光闪闪，破产，无语圈，Vivian，可以，Masterpiece，光闪，Blank，我是看的，是这些。总体来说，上天好像比第一行菜要多。那也是分两边，1到5，还有5到10，我们也是去当中看一下。好，这边呢就有这 Burberry 喵喵 Average 生痕唱出版 Sony Emperor。其实是闪闪发亮的化妆品牌，很多这种东西的。登机门 C5，然后这是很漂亮的，那么久的。阿芙不肉怎么有卖？也是有卖电子产品的，有 C 的。我觉得大概跟另外一边是差不多，可能因为一般人是不会两边都去。然后，超人力霸王，就是我那边的，只说超人呐、有没有力霸王？有没有奥特曼的？冷漠，漂亮。还有这边有什么餐厅吗？砂锅鱼头。鹅鸭饭。小王子瓜，吃大文吞。餐厅真的比较多诶，这边好像是第二航厦，不知道如果未来2026年真的有第三航厦会长这么亮吗？青山有更历史款啊，那久的，我卖艳丽的。狐狸古董活物券，卖纪念品的，赞哦！这个一看下去就知道是 3DR 那个。主题店哦，3DR，3DR，还有 LEGO 的乐高。狐狸机，
很漂亮哦，蛮好的。去到那边呢，其实也变成街巷下，那就不是我这次想要看的地方了。然后这边是46到40，这个车车车又又又，啊，很搞笑的设计，52的构成，还有这个骷髅蛇的那个。是农圈 Victoria's Secret MJ Kelvin Klein Tommy 有流行台湾流行音乐后继是过去未来这个呢篮球鞋的，很哦 ，North Face 的 ，Powerport 这三四产品的这边也有，美妆生活百开，8号是台湾电影啊，金马奖的，索尼的。然后就是 Travel Nice Concepts 的情侣概念馆 Kinder 的爱球的 Tobacco and Liquor 啦与烟酒啦然后是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我还没有到我的40啊十年后面啊就是比较远了天哪！改装工程，最后生态之美，海河生态之美呀、啊，也是介绍台湾的生态这些咯，还有这个。关公园呐、啊，最后啊，终于到我了，40，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要下去喽，啊。